哦，我需要这个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傻笑，哎哎啊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嘿，我是 Nigger， 欢迎回到我们的动物大逃杀哦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可能会稍微特别一点点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是我平常在游玩的时候的一些记录，然后有一些比较好笑的片段，对这些精华哦，那绝对不会是什么杀人枪的。对，绝对不是，我没有技术可言，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嘛。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别忘了帮我在影片底下点个赞哦。他是不是会开飞机？看起来会耶。他是开船的。是开船吗？可是他有降落伞呢。可是他有太空背包哎。那不是降落伞吗？那是太空背包。前面的背包是太空背包。有可能他也有养小猫啊。那他是开船养小猫，还是开飞机养小猫 ？Banana。他也喜欢 banana， 对不对？我就知道 banana。在笑。banana 是世界共同语言，都喜欢给别人看我的大香蕉。你看，人家不懂你的共同语言了怎么办？没有，他知道 banana， 只是他在问号。他不喜欢 banana， 他喜欢 apple 香蕉。最喜欢给别人看我的大香蕉了。我怀疑你在开车，但我想。而且你有证据。香蕉，香蕉。为什么被那一句队友做事啊戳到笑了？刚刚收掉一次之后，看到有人，我很怕。今天好多人。我要给他看我的大香蕉。哎，这里有人是 banana milk， 你要不要给他看你的香蕉？哎，这几天超准。banana milk。那边都有人。不行，我们啥都没有，救不了你。我就穷，真的穷。我到现在只有一把毒镖，还只有一把。这是冰宫，为什么那么干净啊？哇塞，冰宫有人的，我要走了。快跑哦！嗯，平常有人来打扫这样啊？请了清洁工是吧？清洁费啊？他们觉得、哦、不行，冰宫太多垃圾了，要清一下。你说、哦、算了，我还是不要讲这么呛的话。你是想说我吗？你是女巫吗？没有，我在学你跳的声音。啊？啊？跳的声音那个音效啊。好哦。一定是因为 Foodpanda 比较爱我，所以他先到了。他讨厌你啊。他说是你们从他开到现在已经大概过了快一个小时。他一定是讨厌你。你是不是平常对他很坏之类的？是不是？你说。没有好吗？我怎么对他很坏？不知道，可能就是，我嘛不知呢，我想不到我要说些什么干话了，我只好给你看我的大香蕉。香蕉，香蕉。没人在看，我在看我家的猫。不要看猫了，看香蕉。哦不，让你的猫猫看香蕉。耶！哎，这边有雨衣大队，全部都穿雨衣耶。嗯，对啊。啊！我要给他们看他们的香蕉，不是给他们看大香蕉。欸、我看到香蕉装哎、欸，这傻小，不行，我一定要获得那个香蕉装。我抬着头上可以顶着一根香蕉，你有没有看？哦天哪，好像是活动的，那不是随机的吧？啊，哎、欸，什么夏天活动？那是夏啊，你等到明年暑假吧。不是，然后我的订单他说剩余五分钟，然后我的订单被取消了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就说他讨厌你吧。我讨厌你！不要吃晚餐的，吃我哈！吃你不会饱啊，就你那没事。你有吃过是不是？哦，没有，看起来就不会饱一样。蓝标的那位，你有没有想要沙鹰？还是你有？我要！你在哪里？好，我去找你。在门口。耶！等一下，世界冠军的。哎、欸。我已经想好我的得奖感言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逃不掉！你讲世界冠军，就听到人垮掉的声音。对啊，没事，我会就是连着他的份，我、嗯、一起获得世界冠军。好，我交给你了，那我们去。他在里面，他刚刚开线，我在换东西了。这里是不是？对啊，他刚开了一秒，那哎、欸，我还在，对，就他。啊！我看地图了啊，北齐勇。谁把地图设置在 F 的啦？哦，好像是我。我救你！在那边。
我好像救不到你了，太难过了。没关系，不要救了，快走快走，先进圈再说。这圈啊啊，又是他。哦，怎么在补子弹啊？吼，别笑。不按呢、啊？不按补子弹、啊。到底谁设计补子弹这回事的？他不按、啊，我讨厌他。什么叫谁是？等一下，大哥，你告诉我哪一款枪击游戏不需要补子弹？他的名字好棒哦！啊，他叫上班好累，上班好累啊！哎、欸、，banana milk 哎、欸，但他一点都不 banana 哎、欸，不累不累。哎、欸、哥，你看他、啊，嗯，哪里有 banana？ 这里，大哥，这里，哦、他的名字，可是他一点都 banana。banana 本来一点都不 banana， 天哪，到底攻啥小？给他看我的大香蕉，他一定喜欢。如果我说 my banana is very big， 他会怎么样？你会被跳吗？我要给他们看我的大香蕉哦！大家都在这里跳舞耶，超可爱的。可是我没有这个舞，我也想要。我有，但我没有放。我只能给他们看我的大香蕉了。那個、香蕉，老爸，老爸，我们去哪里呀、啊？有我在酒店不怕地不怕，我们去农场，老爸老爸、欸、我们去哪里呀、啊？太迷信了，不，他被诱惑了，而且效果十分显著。我要那个狙击枪，那个是猎枪，没关系的，他也是跟狙击枪一样了 ，OK 啦。阿兰是不是乔治了？没有啊，哦。哦，好，没事，对不起，我跳了，我只是在思考，我到底要吃什么？在想要不要去煮东西？都说了吃火哈，先不要，先真的不用了，等等再吃吗 ？OK 啊，好的，主也说了，可能会拉肚子，先不要。隆隆隆隆隆，冲冲冲冲，拉风，引擎发动，哦，我有球球了，我赢了。你队友呢？我用风车敲死他了！看到你，哎、欸，有一对箭矛哦！等一下，这有点过分了，这有点过分了。等一下，怎么左右都有？太过分了！不行，我拿了一枪很难打这个。换枪！我不容许队友在我面前死掉。啊，我很喜欢看到，没有，我没事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这里真的有油桶。等一下，那是玩家吗？玩家，对，那是玩家。在哪里？我来啦！轰隆隆隆隆，冲冲冲冲，拉风，风吹动每一个毛孔。会静音的人吗？现在有人有小发子弹吗？小发子弹，我有很多吧。我好像感谢，不客气。没关系，我还是缺的状态。缺什么？反正不缺你。哇！有人哎、欸，我看到那个养猫猫的那个船长，还是飞机的那个，这个公傻，天哪！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三色猫，就是刚刚那只那个他、哦、三色猫，他有降落伞，然后你们说他是开船的、那個。好啦，他就是三色猫。他该受不了了。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在影片下方点个赞，那个订阅我，去追踪我的动态。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、IG 或者是 Twitter 去按个赞，追个踪。想要聊天的话，也可以到我们的 Discord 群组一起来聊天哦。那我是 Anigan， 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